观察了您一早今天的这个执行台上的表现，我觉得不错，很好。谢谢委员。有为有守，该说明就说明。我也希望未来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能够保持这样的互动。但是司法法制委员会，在我认为，我过去都在教育文化领域啊，那这个会是因为是干部的关系，那就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来学习。事实上，我认为司法法制是最最需要专业的一个专业领域，只是比较遗憾啊，在这个会期的司法法制变成是高度政治性哈，所以我在这里借由新部长的上任，也期勉所有法务部的同仁，我们还是言所当言，为所当为。即便昨天被二读通过了藐视国会罪，但是大家只要是站在正确论述政策的立场，我觉得民意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比什么都更重要。那您手上还有另外的考验，也在这里一并提醒哦。就说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头，我非常同意刚刚吴宗宪教委所提的，我们如何让真正的侦查不公开要做到位，很多制度上的精进确实要检视。但是您也要在立法院的这个要捍卫住、顶得住压力，因为我常常也发现，政治人物也是逼迫我们的检察人员去被迫要公开部分侦查中的进度，你们要扛得住压力好吗？哦，谢谢委员提醒。以及还有针对昨天所通过的这个立法院质询行使法的第47条，我不晓得部长你看了条文了没有啊？当中就是针对在立法院可以成立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来行使调查权，但是呢，他要适用的对象除了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社会上有关系人员，要在5天内提供相关的文件资料档案给立法院的调阅委员会或调查小组。而且如果是这些文件呢，是原本就是在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先为调取，也要续名理由要提供副本。这就我认为，这不就违反大法官释字585号吗？我们认为这个也是要合乎宪法的规范。是，所以这样一个条文合乎宪法吗？这个是回答没问题、我不会说你藐视国会啊。这个我们是希望能够合乎到宪法的一个规范哈、哦。我想这个是要比较争议性很大。这个条文当然我们未来虽然二读通过，但未来我们会进行其他大法官释宪的宪法法庭的一些救济啊、在我们认为。侦查不公开，就扣着刚刚讲的侦查不公开。事实上，在行使调查权限的时候，只要是在侦办当中的案件，就是排除在外。对，这是宪法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的限制嘛。对，所以我想有为有守是重要的。如果您心中非常清楚，我知道违宪，那法律不能超越宪法。宪法的规，所以不该提供。不该被政治力来干预的时候，我们都应当捍卫国家的体制，好吗？是，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来这边3个多月啊，我一路以来我的质询，我不会去做无理的质询，因为毕竟我们对这些业对检察业务应该算是熟悉，所以我质询会都是针对我觉得针对有问题的地方，然后大家来做讨论哈。那我现在我这边哈，我想先提一个东西，因为我到这边来比较辛苦一件事是常常要帮大家上法律课，那我在这边也要再 提醒一个东西，要再帮各位委员上一次法律课，就是刚刚因为吴世耀委员他有提到一个点，而且是对部长说，那我个人认为那个是那个违反现行制度的，所以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就是说他刚吴世耀委员确实有提到，我们在审查立法职权行使法，昨天就立法部分有就47条、48条去讨论嘛？哈，那因为他刚刚讲了一个点说，违宪，如果说有违宪的问题的话，那法务部这边就是是不能处理嘛之类的。他刚刚有提到嘛，就如果说相关法律有违宪的话，法务部这边不能处理。那我在这边必须跟两位说明一下，其实违宪与否不是法务部认定，我想这应该没问题。我们可以认为说有违宪之余。但是我们法务部没有权利说，我认为这条文有违宪之余，所以我不处理。二法一法，这我们念法律人都知道嘛。那我其实我很喜欢跟真正法律人或实务界人，我们来讨论法律，因为大家都会在一个水准之上去讨论法律，不会乱讲。
但是来这有时候我跟一些人我觉得很辛苦，就是他跟你谈法律，但是他胡说八道，然后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说法律规定这样，他又变不相信，说你在乱讲。所以我想说，部长、次长应该能够理解我说的嘛。以法务部的立场，以检察官的立场，他不能自行认定说这条法律违宪，所以我不做，对不对？二法一法，我想两位应该理解我在说什么嘛？是部长，是了理解，就是一个法律，当然只要大法官宣告他违宪。那我们一定不能做，这个100%我都接受，但是不能说我们法务部觉得，这可能违宪，我就不做，这是不对的，对不对？我就请教部长。这个是正确。好，那部长，所以说，即便是院方法官在审理案子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文有违宪之余，院方法官也只能停止诉讼来申请释宪。部长是这样吗？是。那所以绝对不存在说。我们法务部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认为有违宪之余我就不做，我想说这部分我可能跟两位说明，甚至报告也可以跟两位说，刚刚吴校委那个建议真是万万不可，那是违反法治的，好，再跟两位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好，所以说我们法律人常讲二法一法，如果遇到不好的法律，遇到违宪，我们能积极的作为就是赶快拜托立法院修法，或赶快找管道，比如说立法委员去申请释宪，我想这才是正确的法治做法。好，